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。那当然这个礼拜只有两个交易日啊，礼拜四礼拜五啊，那当然明天呢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了啊，重点在下个礼拜的一个操作了啊。那我也知道说这个礼拜啊，延续这个三月份的行情啦啊，只要这个找对股票的啊，敢重压的啊，这个礼拜虽然说只有两个交易日了啊，但是啊也是赚得到钱啊，也是赚得到钱哈。那下个礼拜更重要，更重要哈。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啊，你看的时候你要认真看啊，你要看得出门道啊，你要看得出未来啊，老师要跟你讲什么，好不好啊？那当然今天的话加权指数对不对，好，你看起来啊老师啊量缩诶啊，成交量只有1700亿诶，老师也涨得不多诶，那为什么你说下个礼拜啊，下个礼拜啊它有大行情啊，它有大行情，这个要看不出来是不是？好，来我跟你讲一下哈，哎，以这两根 K 线而言的话，它叫做反极线嘛。哦，我说过啊，反极线的话就是一个反转的讯号。好，今天小涨对不对？啊，重点就放在下个礼拜，啊，甚至下下个礼拜这个行情啊，啊，我个人认为啦，你说16000点是什么？是什么压力？是不是？我认为那个是小 case 啊，16000点怎么会是压力呢？啊，老师，你讲话要有凭证啊。第一个，来电子族群啊，你看它量缩整理啊，它都不会下来啊。老师，我要去找那种强的啊，贵买指数小型股最强，你四月份的操作，听老师的，小资的啊，会涨的，你赶快布局，赶快买啊，不然哦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个族群老师从来都没讲过啦，啊，叫食品的族群啊，我3年5年不会讲，但是一旦让我点名到了哈，那你就要注意听了哈。最近大家去买鸡蛋对不对？哇，一斤鸡蛋好像100多块，啊，淡淡的哀愁，那对不对？很伤本啊。那最近又去买猪肉啊，第一把你知道不？第一把起到30年以来哦，头一盖。啊，一斤五花肉大概要100多块啊，哎，那个吓死人了！哎，鸡蛋涨价了，啊，猪肉也涨价了，为什么？啊，因为电费开始调涨了嘛，原物料石油啊开始往上走，食品类股啊，啊，一年不开张啊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10年不开张了，开张啊吃10年，啊，就会跟那个航运类股一样，啊，你要注意。哦，你要注意啊！以前做这个航运类股，大家都发财的嘛。哦，那这一波啊，你要注意啊，食品类股，啊，还有这个贵买指数啊，小型股，哦，这两个族群的话，在四月份啊，会成为怎么样？啊，成为盘面上面的一个非常耀眼的一个族群了啊。那当然，严老师对食品类股啊，啊，可能会做啊，哦，可能会挑个一档来做啊，但是我更有兴趣的是小型股。啊，小型股了哈，啊，所以说，啊，这个资金在什么地方，行情就在什么地方，啊，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话还是延续，啊，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，啊，我们发出去的简讯，我们跟会员的，啊，一个承诺，啊，我们今天一样哈，啊，利用点时间来，啊，来验证，啊，顺便啊赚钱，啊，一方面可以验证啊。一方面可以赚钱哈，这种简讯来一样哦，3级会员嘛，啊，这简讯大家看很久了哈，3月份的，啊，赚了14%，老师没有卖，啊，隔天再创波段新高，严老师也是叫你不要卖，啊，严老师祝大家怎么样，休假愉快，这是上个礼拜五，啊，一张都不卖，再创波段新高，是不是哈？这是昨天的啦，好，这个日期有点打错。啊，哦，这礼拜四哈，亮灯涨停板，亮灯涨停板，啊，锁了9200张，啊，老师一样没有卖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卖嘛，好，啊，今天呢，啊，今天差一档涨停板，今天差一档涨停板呐，啊，好，我们来念一次好不好？
差一档涨停板，股价再创波段新高，持股续报，一张都不卖，啊，一张都不卖，要卖会通知啦。祝大家周末愉快。啊，老师，这个探话这样啦，我把零头拿掉，零头不要啊，好不好？30% 以上，30% 啦，一雄啦。我的零头拿的很多哦，你不要说老师，你这个零头好像拿的很少，1%、2%、3%我都不要啦。我这样子讲，应该懂意思了吧？我就取个尾数就好了啦。啊，老师，这张股票要不要卖？我就保密，保密啦，真的啦，保密啦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要卖的话，老师啊也同意啦，好不好？因为有的人哦，就没有赚过大钱，啊。无赚过大钱啦，啊，一支嘛好，啊，老师我两支嘛好，啊，上好是三支啦，哦，即摆超过啊，超过啊，你要卖吼，来凊彩啦，好不？凊彩啦，哦，我要卖一定会通知你啦，啊，但是至于说你看节目的哦，林老师一定要保密，因为我不希望说哦，你猜到了看到了哦，你违反规定啊，这个不特定人去买股票。我不希望这样子，我顺便帮那个金管会啊宣导一下政令了哈。本节目仅供参考，好不好？不要看到节目啊想太多，好不好？严老师只是帮我的特定人会员在做验证哈。你不是老师会员的，你就旁边再用快的好啊，好不好？用快啦，这30%、30几%你用快的，你嘛欢喜啊！啊，帮严老师祝贺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恭喜这个三级会员，特别尊荣清代，好不好？啊，老师对大家有个交代啦，不要说这个参加会员哦，参加那什么投顾老师都没有赚到钱的，没有吧？啊，老师斩钉截铁的告诉你，这三级会员一支啦，啊，尾盘卖掉哦，尾数拿掉哦，上少啦哦，赚30%哦，来验证第二档股票，来，这档股票是昨天跟你讲的哈，来，昨天呢、啊、上涨这个8块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再创啊，这个波段新高，对不对？我昨天跟你讲的啊，这持股报牢，一张都不卖，要卖会通知。老师，你昨天没有卖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昨天没有卖。其实你昨天卖的就赚钱了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你为什么不卖？我就认为它还没涨完嘛，我干嘛要卖嘛？啊，昨天上涨这样子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呢？啊，今天再创波段新高。哎，啊，老师，你卖了没？我还没卖。啊，我一样跟你讲，不要卖，不要卖啦！我跟其他的老师不一样啦，你们老师不会叫你卖啦，对不对？手中根本就没有那档股票嘛，哪有东西可以卖？胡说八道一大堆，啊，胸口碎大石很多啦，根本你们老师就没有股票，你说要卖个屁呀？不用卖，手中根本就没有那档股票嘛。严老师不一样啊。我是三级会员都有，一二三，我的股票创波段新高啊，都大赚，不要卖，没有涨完的股票你卖什么啦？啊，再来验证，老师要点石成金，你到底点了没有？你到底成金了没有？好，我们来验证哦，来哈，这份资料如假包换，跟你拿到的都一样，虚伪造假啊。赶快把严老师送到金管会去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，来，哎呀，还会跑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啊，来，龙德造船，代号6753，好，6753，好，昨天涨停板，好不好？今天差一档再涨停，这种股票创波段新高，我在3月31号跟你送给你的资料，到现在为止，价差超过20%。你不要跟老师讲说，老师你都没给我机会呢。你有看过45度角往上走的股票没有？你有看到外资每天在买的股票没有？你有看到它未来可能会倍数翻吗？我没有收你一块，你知道不？一块都没给你收啦，对不对？你这支给买下去，你有赚钱啊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支吼会使买啊，这支后礼拜会使买。啊，有偌济，啊，你跌偌济？你有拿到资料的，你应该很清楚哦。第一档股票是龙德造船哦，
第二档股票，老师今天跟你公布哦，下个礼拜一就可以开始买了。好，我们这个助理都会打电话给你了哈。那如果说你要更标的股票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来这支，啊，这支叫做底部布局，点石成金。这一支叫做拉回早买点，四月份隐藏版的大黑马，啊，你说老师，那这股票太多了，没有，我就一支。来，导播拉近，这边看到没有？猜不出来吧？你猜不出来啦，你不要跟我讲说。我有透视眼啊，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只。这样子你猜得出来？我不相信啊，我真的我不相信啊哈。基本面来先看一下啊，老师这个基本面好像不是很好，没有每一档股票基本面都好的啦啊，它会被飙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要的是会被飙，会被翻倍、翻一倍、翻两倍、翻三倍的股票啊。我这次啊，我跟你打赌啊。没有拿到哈，你也堆心肝，你会后悔，啊，想赚钱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啊，老师啊，我龙德造船呐，一把的溜起啊，我没被丢，啊，你就说这一支下礼拜可以买，啊，你就试试看嘛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支更标，好，这支更标，我今天会开放给你啦，好不好？一样机会只有一次，好不好？啊，机会就一次啦，你相信我的人。你就打电话进来哈，我先讲哈，这档股票是新的股票，不是那种旧的股票，好不好？那未来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标的会出现哈，比如说像这档股票，对不对哈？对，它开盘就开得很高啊，93.3呐，啊，你不敢买，我来买啦，这你唔敢买啊，我来买啦哈，来，老师要不要重压？当然要重压，对不对？那哪有在客气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支嘛袂歹啊，对不对？新的啦。对不对？开盘价138嘛，对不对？直接就上去啦，直接就上去啊！这个哈、哦，你就要注意了哦，这个对不对？你看这个要给你买，对不对？你就先卖一趟，先把它冲掉。每一个股票操作不一样哦，位阶哦啊、哦，这个股票你要重压，这一档股票你要赶快去买啊啊！这个嘞啊、哦，这个把它冲掉嘛，因为这个涨很多的啦哈。哦好，一样的潜伏底哦，我先讲哦，哎，听到潜伏底哈、哦，注意了哈、哦，啊，对不对？潜伏底嘛，啊、哦，一样要重压啊、哦，我现在都跟你讲重压了，现在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等一下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等一下了哈、哦，这边会拉回，啊、哦，所以说这个地方要先卖一趟嘛，这个地方要先卖一趟，好不好？卖了就赚钱了哈、哦，这种潜伏底的股票，你特别特别要注意啊、哦。啊，当然，这个最近有两个消息啊，就是美元的部分啊，目前为止的话，大概差不多了哈。美元如果转弱的话，台币的部分就会开始转强，热钱效益就会进到台湾来了，啊，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哈。第二个，啊，这个低润对不对？低润的话，韩国现在确定了嘛，它要减产嘛，啊，这个产业开始转变哦。也就低润目前为止有两个利多消息，第一个，韩国厂开始可能停产了，转单的效益会来台湾。第二个。低润的一个最淡的季节过去了，那现在旺季开始了，所以说低润的股票里面哈，我给你金沙鸡啦哈，啊你参考一下好不好？来，4967来十全来这鸡啦哦，这个很强嘛，这个叫多头走势啊。8299的群联来这鸡嘛未歹啊，直接冲上去啊，对不对？啊喜欢做大鸡的你知道不？哎华邦电，哎华邦电。这个产业开始翻转哦，有时候股票啊、哦，这个没有看到空方讯号，你都可以虚报。好、哦，那当然这个我们这个礼拜啊，延续这个三月份啊，我们讲了很多股票哈、哦，我们来验证一下好不好？6753来看一下这档股票叫龙德造船哈、哦，我们已经跟大家验证过了哈、哦，三级会员都有啊，简讯开始保密。6791啊，这叫虎门科技。啊，对不对？涨上去嘛，拉回早买点。今天呐、啊，来到涨停板，2230，来，这个叫做泰茂，之前也是很飙嘛，现在又开始飙出去了，又开始飙出去了哈。4968，老师这个基本面很差，对，是很差。那股票涨停板，啊，股票涨停板锁了16000张，你千万不要去放空哦。我先讲哈、哦，3324的香港，有没有？香港啊，有没有？啊昂啊起来，你知道不？
啊，创新高哦，啊，创新高哦，啊，6732来看一下，来，身家电子又涨上去再回来，今天又开始怎么样？涨上去了，好，有一档股票提醒大家哈，这个6517好不好？来，这个股票已经涨不动了哈，你不要再进去了哈，我先讲哈，我关心你，我提醒你哦哈，来，今天成交量只有500多张啊，等到要卖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卖不出去啊。没有一个老师会像严老师一样啦，好的，我也讲了，啊，对不对？涨多了你本来就是要卖，像这个股票对不对？虎门科技潜伏底的，就跟你讲拉回早买一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没有拉回这边嘛？你不买今天又涨停了。宝盛光学讲很久了哈，今天有提醒你哦哈，卖一趟，卖一趟，卖一趟，这13G啊啦，啊，我直接跟你写在这边啦。你不要说老师啊，我这个哈 TK 啦，我都不爱背啦。你不卖是你的事哦，我先讲哦，我的看法是要卖哦。这边已经没有成交量了哈，到时候你要卖的话，不见得卖得出去哦。善意提醒你啊，龙德造船老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啊，啊，我觉得很好，这支我就觉得很好啊，对不对？老师你有没有做？啊，我放了这么多证据给你看，你是没有看电视是不是啦？昨天亮灯涨停板有没有？五郎哈。啊，昨天还有人说要买，可以啦。啊，今天还有人说要买，也可以啦，对不对？反正创新高嘛，都赚钱啊。我拿证据给你看，你不要说老师都没证据啊，你们老师没有证据的啦，对不对？你参加他会员，你应该很清楚啦。了解也较侪啦，买到林群会赔钱，你跟我讲会不会？你跟着严老师去买林群，啊，你有没有跟呐？有跟我恭喜你啊！你有没有跟着老师去买什么秦邦啊？秦邦你会赔钱啊？你会赔钱吗？啊，老师伟桥啊，伟桥，对不对？很会桥，是不是？对了，老师啊，华福啊，华福你操作赔钱的，你来找我啊？不可能呐！啊，不可能呐！创新高的股票还会赔钱？啊、你会买要会卖。包含今天的香港啦，香港今天创破断新高啦，你有了解无？啊，你有了解无？你赚偌济啦？你来跟我讲一下好不？这个业绩多好啊！啊，这个基本面看得懂的人不多啊！啊，老师你直接讲好不好 ？AI， 它需要这个高端的一个散热，双红就是做高端的，高端的毛利率会很高。所以说今天的股价一样再创波段新高，涨完了没有？你慢慢看，你真的可以慢慢看。我说我有简讯哦，啊，我有简讯给你看，我们会员有哦，不是没有哦。泰茂跟你讲多久了？有没有？之前跟你讲9只，啊，后来到10只啊，老师多好呢，今天又造出来10只啊呢，啊，麻麻麻啦。都啊后了，好，那些旧的股票就算了，好不好？你赚的，你就放口袋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讲新的了，4月份对不对？下个礼拜啊，最重要什么？你要找一档好股票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先讲哈，恭喜会员3级会员这档股票赚的30%以上还没有卖，按照动作，好不好？新的会员，包含你长期看老师节目的哈，今天电话。一定要拨电话，一定要打，啊，没有拨没有打的，视同自动放弃，啊，你要办好手续哦，完成登记才有哦，啊，我们这边没有在做那个免费的，好不好？没有在做那个免费的哈，4月份来，4月份隐藏版的大黑马，一档股票就是单股让你重压。单股4月份的隐藏版的大黑马，单股直接让你重压，啊，这档股票不会简讯通知，严老师我亲自拨电话给你，只有限今天，你现在打电话进来的，老师给你最大的诚意以外，这份重要的资料，记得电话要拨 ，LINE 里面直接加，加好之后，下个礼拜一我带你进场大干一场。你没有听错，是大干一场哦，不是小场的，大场的哦。有多少你买多少，
有多少你买多少，按照我的指令就可以了哈。单股锁单这份资料很重要，今天电话拨通，电话拨通完成登记，把它带回家。今天严老师也试出我最大的诚意哈，今天不用加赖啦，加赖来不及啦，好不好？你今天直接把电话拨通了，严老师直接打电话给你，我就今天一天了，好不好？你今天电话拨通了，完成登记，我就直接打电话给你哈。你先把重要的资料先带回家，四月份最强的股票，四月份会倍数翻，翻一倍，翻两倍的股票，赶快打电话，赶快拿回家，打电话进广告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在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爸爸，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？因为我们是知道啊。哦，我懂了，对方是干道，不管直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。没错，只要设有停让标志、标线或闪光红灯的，就是知道，应让干道车先行。要是没有那些标志、标线或者号志呢？那就进入路口时，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，车道数相同，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，两边都直行，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。知道让干道，安全最有道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。那当然，这个三月份的操作啊，还是有少部分的人啊，真的可以赚到大钱哈。那我希望说，这个四月份的操作啊，好，大家这个股票不要买太多，你买那么多没有用嘛。你买一档最强的啊，最标的啊，最重要是你底部可以重压的啊。你不要说你还没有压，它就涨上去了嘛。我现在给你这档股票，对不对？绝对会让你去重压。哦，他不会说一下子就上去让你买不到，不会，啊，你有多少你买多少啊，但是啊，要听老师的好不好？今天的机会啊，我说真的，你错过了哈，你可能要等十年，啊，你可能要等十年哈。这个大盘呢，你先把它放旁边呐，大盘不是重点，股票才是重点哈。啊，比如说这个具有科技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做到人都赚钱嘛。行情怎么样跟他们有关系吗？跟他会有关系吗？啊，有没有关系？买了就赚了嘛。啊，这个光洁也是一样啊。啊，这种小资的哦，未来哦可能都会走第二波啦。啊，你要听老师的哦，你平常不听没有关系啦。今天你一定要听，好吧，一定要听啊。点石成金，来，第一档股票龙德造船。昨天涨停板，今天差一档啊，两天最少17%，恭喜你啊！严老师的会员好不好？应该都大赚了哈，应该都大赚了哈。这一档股票来，应该是本周最强的啊，现在已经赚了30%了，还没有卖啊，还没有卖哈。下一档标股在什么地方？得加电话，一定要拨，电话不拨啊，视同自动放弃哈。
一年就一次的机会啊、哦！老师今天最大诚意哈、哦，四月份隐藏版的大黑马，单股锁单，你就一只啦，看不到别只啦，就这几年啦，我叫你买你就买，赶快重压哈、哦，不要嫌说老师啊，我到时候我买的不多，好、哦、买不多那没办法，200万、300万、500万全部压这一档，这一档，这档，这个资料不会公开啦，好不好？你今天打电话进来的，办好手续的，就先直接带回家。等严老师礼拜一早上9点以前，我就直接通知你，好不好？机会就一次，四月份以上的大黑马股就一档股票，赶快拨打电话直接带回家。我们明天见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轮名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